妈妈说我们家很安全，大家的家也很安全。警察会抓住坏人，不让我们拿到不好的东西。大家看到坏人要通知警察，保护我们，让小朋友开心健康长大。多一点关心，多一点安心。最高检举奖金1000万元，安心居住，你我守护。